月亮佩奇还去看了，笑死我了。铁铁们，外面有月亮啊，可以出去看一看啊。佩奇发群里给大家欣赏一下，月亮来了。谢谢我们一晃救了，谢谢。谢谢一晃就老了，谢谢。哪里的月亮都很圆，没关系的。我这里都在下暴风雨，哪里有啊？下雨，可能我们在的方向不一样啊，在的方向不一样，可能就那个视角就不一样啊。你们那边可能有几朵乌云挡住了月亮啊。说不定待会儿就没有啦。这首歌叫《走江南》，铁铁妈，能不能来一次奔月啊？奔月怎么来呀？行吧，那给大家奔一个吧。长日奔月有什么音乐吗？我给大家奔一个。哎，还是得天宫舞曲是不是？那给大家奔一个吧，飞一下吧。奔一下哈，正式带着大家奔月了啊，奔月了，长安姐姐要奔月了。吃多了，飞不了太久啊。谢谢我们大海哥的那个掌上明珠，谢谢谢谢。飞不动了，麻烦我们家铁铁们待会把那个凳子劈掉哈。把凳子劈掉，然后给我劈一个兔兔啊，那个手上劈个兔兔跟着我一起啊，就是靠大家的剪辑师了，好不好？靠大家的剪辑了。待会我去群里看一下啊，大家帮小鹿劈个兔兔上来哟。都还没有看到兔兔呢，太难了，哎。这船儿也不好当呀，铁铁嘛。这最近的船儿也不好当啊。迷路的兔子，佩奇做兔兔好不好？给大家来一段麻辣兔头，别人麻辣兔头吓人。有幸尝过，来继续给大家跳舞啊，铁铁们，大家有想看的舞蹈吗？
小鹿可以当一个嫦娥啊。再给大家发个福袋，谢谢我们李默，感谢海鹏的大啤酒，谢谢。大家都吃月饼了吗？想看你飞啊。好的，待会没有进群的我们去群里看啊，去群里看，我们家铁铁剪辑师们会帮小鹿弄飞起来的。那再披点云朵上去啊，再披点云朵上去，然后把这个黑布啊披成那种天空仙境的感觉啊，就真的好是在奔月的样子，好不好？来，给大家来一段黄梅戏。来，我的公子又在何方呢？我的公子又在何方呢？从小爸妈就对我讲，黄梅戏可不是坏了好唱啊，模仿着大人生的模样，实现了阿的愿望，面对这爱情的考量，方素贞是我学习的榜样，宁驸马的故事伴我成长，我的公子又在何方？会修理经典的旋律，让我
杨梅戏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从小我的娘子又在何方，黄梅戏可不是很好唱啊，模仿着大人生的模样，实现请大家听啊，今天这首歌要让大家多听一听，好看，谢谢铁铁猫，我们多少点赞啦？看看我们今天的点赞上去没有？18万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，厉害！欢迎丹峰，丹峰你的那个灯牌黑了好久了，大家稍等我一下好不好，小鹿去浇个花呀，等我一下我去浇个花，让佩奇跟大家交流一下好不好，给大家拜个中秋啊。刚刚大家跟佩奇聊了点啥？嗯哼，说话，佩奇宝贝好美，社会我小鹿啊。
这不是小鹿，这小姑娘很想，她怎么这么酷，她自己知道吗？名牌包装，哇，佩奇都名牌包装啊。这是小鹿的妹妹佩奇。宝冰，你腿一直抖啥？佩奇还抖腿啦？没有抖。哦，说不定施肥了。哎，这个大家畅谈甚欢呀，是不是？嫁给我吧，你跟佩奇讲的是不是？佩奇，有人跟你求婚了。谁呀？你翻翻弹幕。佩奇那是紧张，怎么会紧张？都是认识那么久了，又没有上台表演，紧张啥呀？谢谢大家送的啤酒，感谢大家领的福袋，都送给了小鹿，谢谢铁铁们，他来拿彩礼的，这大家是想干什么呀？拍卖那个想把我想佩想把佩奇从我身边抢走？天哪，宝贝你好，我今天是来扛票的吗？能换一句话吗？不能，因为我刚刚又被打惨了。我每天打惨了，然后又拿小鹿来打，是不是？不是啦，今天我觉得我应该会被打耶。哎呀，每天都这么讲啊，好看吧？那今天的头饰漂好漂亮，像嫦娥，像嫦娥姐姐。好看，应该去弄一只小兔子，放在这儿。小兔子，你看不见吗？啊，有吗？有啊，我们家人都可以看见。啊，在骗我！我骗你干嘛？在哪里？你的兔子在哪里？不是啊，我在直播间整了一个特效的，你看不见？没看到呢。你一点都看不见吗？我家人都可以看见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那去那边看看，这到底是真的假的？这是不是在诓骗我？哪有小兔子呀？怎么会没有呢？他看不到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们看得到就好了啊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在这儿吗？那我好像也有一只哎，能看到吗？你家也有，我看得到。哇，你家兔子的眼睛好大哟。哇，你们好厉害哟。哎呀，但是我家兔子的毛比较白。哦，是小白兔啊。那我养的是只小花兔。是，但你家兔子眼睛特好看。是吗？是的。天哪，我们俩入戏太深了吧。哎，这个就是长大了就没有小时候的那种想象力了，想象力还是要保持在的啊，想象力要那个厉害一点。对的，来吧，今天怎么玩？你有什么想玩的吗？还是踩一局？没有。那我们就踩一局吧。好的。总票还是打榜五榜十之类的，都可以，还是打个榜一百，打个榜一百怎么样？你疯了吧！我都没有一百个人给我占榜，我看我家有吗？反正我也是输，那就来一个150。谢谢欧阳哥，谢谢，欢迎欧阳哥。你咋输啦？你最近都一直赢我，都没有赢过你。哎呀，但是我刚刚输的挺惨的。是，刚刚输的挺惨的。是，我刚也输的挺惨的。啊，那正好我们俩配对了。是的。行吧，那我们就踩一局吧，就踩一局吧。OK， 那就是总票啊。啊？总票吗？可以。好的，我下把我找一个人打榜100，我看他们家有没有100个人，像小西西。100个人，那你家很厉害了，我家都没有凑齐百人榜。哦，是吗？对，下会儿挑战一下。行，好了，那我们直接闭麦了。好嘞。
起，我的手机咋不见了？帮我找一下，我看不到啊。比谁最惨呀？我不喜欢比惨，但一旦有人一直跟我比惨，我也可以比。对吧？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呀。啊，终于看见我自己了。谢谢我们少年送的兔兔。我们星辰哥哥的心花怒放，感谢我们星辰哥哥。小鹿的月亮大，哎呀，欢迎云哥。哎，每次看到云哥，我以为是玉云哥呢。铁铁们有没有帮小鹿转达呀？云哥有没有看见？哎呦，滴个眼药水。谢谢我们志文哥的月下玉兔，感谢我们志文哥，谢谢我们用户哥转达了，不过没有回应啊。没有关系，我能看见就行哈，不需要回应啊。有一句话叫什么？无言胜有言，是不是？嘿嘿。谢谢我们用户哥的纸鹤，谢谢，感谢用户哥。玉英哥对小鹿太好了，是的，是的。但我觉得每一个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个人对小鹿都很好，每一个人都很好。每一个人都很好。谢谢，来铁子们，我们有加成，我们家有加成。离合月有阴晴圆缺，谢谢我们星辰，感谢我们星辰哥哥，谢谢我们元宝剪辑的亲吻。谢谢月韵哥的中秋兔兔。那个诡计诡计哥，你再乱说的话要把你拉黑了哈。谢谢我们木呼呼的那个灯团灯灯牌，谢谢。格局大一点，谢谢我们冬子，谢谢对面好厉害士多。哇哦，谢谢我们大海哥哥的春天守护神，谢谢我们用户哥的乐气球。我好几天没有看到咱们家鹿憨憨了。
我们鹿晗晗的那个铠甲勇士呢？嘉诚啊，铁子妈！啊！谢谢对哥的中球突突，双倍得分！谢谢我们冬子，感谢人间烟火，欢迎熊猫滚滚，狼嚎了，啊！啊呜！对面真的很有条件，对面最近真的条件很厉害呀，被他要打晕掉了。谢谢我们千亿哥哥，嗝屁了！哈哈，谁说小鹿嗝屁了？太搞笑了吧！啊呜！来，救命啊！我们还有最后38秒啊！哎呀，我的声音都提不上去了。谢谢我们王记，没赶上加成没有关系，嗝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加加油，铁铁们，我们一起往前走一走，不然就不圆满了，不然就要挨打了，要挨打了，一起加加油吧，铁铁。谢谢我们用户哥的热气球，咱们赢一把小盲驴啊，如他所愿，要满足人的啊！天哪，嗝屁了！哟，感谢我们大海哥哥的嘉年华，天哪！没有嗝屁，我们升天了。谢谢我们大海哥哥。感谢我们大海哥哥，谢谢我们千亿哥哥，感谢我们志文哥哥，谢谢我们用户哥哥，谢谢我们多位哥，感谢我们星辰哥哥，谢谢我们月韵，谢谢我们少年耶，谢月韵哥是干生的少级吗？谢谢我们太沉默，感谢我们元宝哥，谢谢铁铁们。好了，团团圆圆啦，恭喜我们月韵哥10级了啊，恭喜我们月韵哥10级了。大家要加油升级哦，因为升级会有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哦。Hello， 宝贝，你开麦了吗 ？Hello， 开麦了，余额不足啊。好，这会儿又输了，这会儿你又把我打败了。第一次赢你，有点开心啊。什么叫第一次赢我？是，我就这个月的第一，这个月的第一次赢你，很开心啊。还这样讲呢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你给大家来一个。我唱美人鱼。你是跟我一起呢，还是咱俩个人唱个人，个人演个人的？都可以呀、啊。要不然我们俩就一起吧。一起啊，也行吗？怎么有点牵强？有牵强的话，那我就自己唱了。可以的，不牵强。好的，那我就开始了哦。嗯，好的。怎么说话这么温柔呀？我也想变成你这样。你会唱那个吗？哪一个？就关于月亮的，会呀、啊，但是我刚刚唱了好几首了耶。什么呀？家乡的月亮，还有一个天边的月亮没有唱，然后还唱了一个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。想你的时候问月亮，这些可能都不太适合跳舞。没有听过，唱如愿啊，可以呀、啊。如愿我好像不太会唱。不会，花好月圆，也不太熟。哦，不太熟，是不是就是可以唱？不是不，就是唱跑调了，就自己就不知道唱到哪里去了。啊、那个《水调歌头》可以吗？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试试吧，那要是跑调了，你自己跳你的啊，不要管我啊。可以，我就自己看能不能找回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也自己飞一飞哈。可以了，来，行，
来，铁链梦满足大家啊、哦！满足大家，别让我给砸场子了啊！哎呀，这个伴奏我从来没跟过哎，我听听啊！哎呀，从来没有听过耶。嗯，是这个伴奏吗？等会儿啊，我找个靠谱的伴奏啊。《水调歌头》应该是王菲的吧？宝贝，你开始跳了吗？我还没开始唱呢，要不然这样吧，还是你唱你的，我走我的吧。找不着这个合适的伴奏啊。宝贝，哎，他那个，要不然你还是，是王菲唱的，但是没有他的伴奏耶。那你收一个但愿人长久的伴奏。但愿人长久，好的。飞的也是这首歌哦，找到了，是吧？好吧，来吧，可不许打我啊！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。死在人间，专诸葛地去护照不眠，不应有恨，何时长相别是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好了，妈呀，可是唱下来了，这个伴奏我第一次跟哎，好厉害哟、哦！我第一次跟，他们都搁这吆喝，说我唱跑调了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很厉害了，铁铁梦要多多鼓励一下哦。就是嘛，他们就知道挑刺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你跳得很美哟、哦，还是那么美，哎，绝对是我心中的月光女神啊！谢谢。你也是我心中的月光阳光月光女驴。好了宝贝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啦，中秋节快乐啊、嗯、好的，拜拜啊呜、哦、很好听啊，铁子们第一次唱很厉害了，要多多鼓励哈，就是你越鼓励一个人的话，他会越来越厉害的哟。当然鼓励也不能盲目的鼓励呀、啊，鼓励不好的话会自负的，鼓励的好的话那就是自信。谢谢我爱你送的小皇冠，谢谢，越来越优秀，是的。
要多多鼓励身边的每一个人啊，而不是盲目的去夸奖和贬低，对不对？都希望大家都是越来越好的。小鹿加油，大家加油。你说的很对，是的。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你旺我旺大家旺，旺旺大礼包。很喜欢你的舞蹈功课，谢谢谢谢，喜欢啦。给大家来一段那个七月神话好不好？不应有恨，何时长笑颜，刚好也有月亮。你们这一生最美好，你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。嗯，气氛也到这里了，过来一点，哎，太近了。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你们觉得，你们这辈子遇到的哪一个人让你发现了，感觉看到了一束光？就是你觉得遇见他，就是。仿佛看见了光，就是那种很说不上来，就是你的世界突然光了，没人呀。哎，可以是没有那种感觉，这说的都肯定都是单身狗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笑死我了！我就知道你们。有个别人要说我，哎呦，这让我很开心啊！虽然大家只是逗小鹿开心的，但是我真的是，哎呦，不行了，害羞了！我说的那个，好啦，不要再说了，停一下就好了。大家就拿我取笑。问大家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，身边又怎样风景。大家不要想宰了哈，不一定是那个大家想的那种，就是怎么说呢，白月光啊，什么月光啊，可以是你的朋友，可以是你的家人，可以是你的工作伙伴，也可以是你的孩子，你的好啦，给大家来一段心愿神话送给大家。来，你们相信光吗？我就是迪迦奥特曼。迪迦奥特曼怎么变身的？这么好看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？他说啥呀？迪迦。是吧，我说了两个字的迪迦奥特曼。你相信光吗？乌拉那个什么古娜拉黑暗之神乌布拉夫黑奇呀，露西了。还有一个是啥？哎，完了，今天很搞笑。来给大家变个声，古娜拉黑暗之神乌布拉夫黑影。笑死我了！八能量乌呼啦呼，我小时候一直在幻想我能不能有魔法。如果我有魔法的话，我一定帮助大家，看看大家需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们变出来。
在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身边
觉得好看，以后小鹿常给大家用袖子跳舞，好不好？真的很美啊，谢谢。我们多少点赞了呀？我们今天多少点赞了？22万，还可以，我都没有喊点赞大的那个。古韵长袖是的，加油加油！来，我们没有穿浴服带的，我们一起穿一下服带了。我们聊会天，然后我就下播了啊。哎，来了，我们该实行我们的吃月饼环节了，铁铁吗？来，大家把月饼拿出来吧，大家身边有没有月饼啊？答应了，我们今天要一起吃个月饼的，是不是啊？来，铁铁们手上把月饼拿出来吧，来，快点吧，有月饼的铁铁们一起把月饼拿出来吧，都有吧？没有记错的话，都有吧？没有月饼。谁没有啊？我给你吗？来，拼搏哥给你一个，拿着，快从屏幕里拿着。谢谢我们小市民，谢谢。好了，来，铁铁们，你月韵哥也没有啊？来，拿着。我喜欢吃五仁的，宝儿喜欢吃五仁的呀！天哪，可以可以，平生第一次有人喜欢吃五仁月饼，吃五仁月饼也蛮好吃的，里面有花生，很好吃。来，铁铁们，吃月饼环节了，大家都拿出月饼来吃吧。都没有人配合我呀，那我自己吃了，太过分了！说好了，说好了，中秋节一起吃一个月饼呢。哎，算了，你们不跟我吃的，有人跟我吃吗？有人跟我一起吃的话，跟我一起吧。我看有没有，我先确定一下有没有。谢谢崔崔的灯牌，谢谢。哎，都看着我吃是吧？过分，太过分了。我应诺了大家，说好要一起吃的。我们手下有月饼的铁铁们，跟小鹿一起吃个月饼吧。不然一个人吃月饼多孤单呀，是不是？我从来不吃月饼的，不怎么吃月饼，因为感觉不是很好吃，也很好吃，也不是很好吃，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。但是我答应了大家要，没有月饼吃好孤单啊。大海哥是没有月饼吗？谁家有月饼啊？给大海哥拿一个过去。这说的，咱们虐待了似的。来，给你。这月饼可真香呢！我的天哪，这个月饼也太香了吧！开吃了哟，铁铁们开吃了啊！
陪大家到这里了，我只能吃一口啊，不能再吃了。此事古难求，但愿人长久。哎，不好吃，苦瓜馅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很好吃的月饼啊，大家多吃一点。录屏了，不要吧，我的表情太痛苦了。好啦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很好吃很好吃，怎么就不好吃呢，特别好吃啊，我只是吃到好吃的东西会皱着眉细细品尝一下。好啦，铁铁妈，愿我们直播间的所有铁铁妈夸长，这是啥呀，愿我们直播间所有铁铁们月长圆人长久，家兴百合长安长安，月圆人圆事事圆满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好了，今天小屋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哦，然后大家今天晚上看看外面有没有月亮，能再去欣赏一下月亮的话，欣赏一下月亮，仪式感还是要自己给自己的哟，如果没有人给你仪式感的话，自己也要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啊，比如我们拿着一杯那个白开水站在外面去看看月亮，再喝一点白开水再看一看月亮，然后再凝视一首，对不对？今天小鹿读的诗，大家待会儿可以对着那个月亮读一下啊，说不定嫦娥姐姐就下凡来找你们啦。晚安啦，铁铁妈，拜拜。